相信又是一个新一些新的一年的日子，所以说我们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，我们自己全人全心全意，心来到我们的面前，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所以说我们在你面前心静，你是何等蒙福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们要亲近你，亲近你，我们的心要走向我们的主，阿爸父，阿爸父，请你来亲近我。
实在是